谢谢你，让我们各个肢体互相效用，成为你喜爱的器皿，在各样事上成为他人的亮光，来荣耀你的圣尊名。我们也期待所预备的座位，让需要的人都进来坐满满。你的爱要充满这里，更新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成为新造的人。谢谢你透过你传道的口带来的讯息，感动在座每个人，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人。我们今天也要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时刻，我们要来守圣餐，让我们看见神的爱，这是恩典的记号，使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不断的成长与茁壮。我们唱祷告祈求都是奉你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主祷文，我们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地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，另外一处是在五章二节。好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：“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都与邻舍说实话。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第二处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恨到日落。以上金句朗读。请各位看那个周报的第十页下面，华语我们一同来念经。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献献与上帝。台语。新的心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林传道。